师匠的话，赶紧走啊！我这刀可是很锋利的。他这算是给我台阶下吗？好像唬住他了。这修仙界的动物也不怎么聪明啊。傻狗，快走！老贼，知道我主人的厉害了吧？怂货！喂，你别挑衅他呀！混蛋，士可杀不可辱。纵使你有高人相护，我也要和你来个鱼死网破。以我惊喜为计，宴请黑虎神，归来无声。屠四说的应该就是这里。看样子，明仓开始行动了。太玄和子清两位圣主呢？这俩老头向来墨迹，我问问。罗成玄，到哪儿了？能不能快点的？我这有事走不开，你们两个放宽心，那只黑虎跑不出小池镇的。这就挂了？真是岂有此理，竟然把烂摊子扔给咱俩。好强大的妖气，这黑虎的实力竟如此恐怖了。段兄，几大圣主之中，小妹一直觉得您的修为最高，且最为深明大义。阴阳圣主神功盖世，所向无敌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要我一人独往？不不不，我是觉得此战凶险，应由您先行前往，我在后方随机应变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罗晚风，他娘的真是个天才。明仓的气息就在前面了，不好！怎么会突然有股如此强大的妖气？明仓竟开启了血祭，这家伙疯了吗？一定要阻止这个妖孽，绝不能让他伤害到百姓。哪来的怪风？快跑啊！救命啊！来吧，人类，殊死一战吧！完了，他好像真的发怒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去了，银波公，你是老虎不是河东狮啊！小子，废话少说，受死吧！看我剑走偏锋，看招！什么东西啊？好香，好诱惑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不行，绝不能屈服！看这里，超大超有料的猫草棒哟！完蛋，控制不住了！啊，来了！没想到真的有用啊！看来老虎真的就是大猫啊！哎，你说，这玩意儿是谁研究的呢？打得这么得劲儿呢？趁他现在毫无防备，正是动手的好机会。可恶！我居然败给了诡计多端的人类。不愧是主人，简直是足智多谋，帅气逼人呐！这妖风怎么突然停了？明仓的气息也消失了。段兄，我在上空看到阵法已经消失，你已经搞定明仓了。并不是我。不是你。明仓刚刚使用了血祭之术，就算我和他单打独斗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放眼中州，无人能与他一战，所以这一战，应该是明仓赢了呀。你的意思是，那老贼已经杀人夺宝，如今是收敛气息，准备离开了？没错，不过他使用了血祭，现在境界应该已经跌落了，我们要赶紧找到他。好。敢冒犯主人，这一下凉了吧？哇，虽说是搞定了，但这尸体要怎么处理啊？修仙世界的老虎应该不算保护动物，不过放在大门口也不合适啊。
还是先藏起来吧。这家伙真挺沉的。明聪，不必惊慌，他已经嘎了。你们怎么办到的？主人只用一根草棒便将他制服了。一根草棒？不可思议，世间竟存在这般人物。这根粗壮的大腿，我一定要抱住。